大家好，我是榜哥，我小力。今天要干嘛呢？听说跟菜鸟有关系。去年有一场传奇跟新秀的三分线对抗赛，好像得到热烈回响，所以今年我们决定再重办一次。传奇、新秀是我们哦，哦不是我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打了很久。其实今年有别于以往，我们今年多了汪道银行的加持，多了汪道银行新美国王联名卡，多了这张卡以外呢，我们新美国王的粉丝还可以得到专属的福利。重点是菜鸟嘞，菜鸟。来晚了，花一点时间热身一下。所以这段路叫热身，是不是？现在洗脚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什么都不用讲，因为我们有这张联名卡。我们刚刚一人一张，我们绝对是吊打你们，你们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家赢了就有了。所以今天的赌，今天的赌注是这一张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要赢了，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，好不好？蛮简单的，只要把握做一颗 money ball， 基本上我连我队友也不看好，我只看好我自己。我跟你讲，毕竟我在这个地方拿过三分线大赛冠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。虽然说规则不一样，计分的方式也不一样，但我觉得我们信心是蛮强。这有小力在，这就是策略。有小力在，我不怕。啊，糟糕了，我有点担心，因为他没投进。我是觉得时间比较有压力啊，毕竟每一站的那个任务啊，跟什么，你如果念错字还是什么，可能那个 money ball 分数就没了。我觉得前面四颗先投快一点，最后花一点时间在 money ball 上。现在很积极在偷练，你看，觉得每一颗球都进，这我的策略。一个漂亮。你 money ball 要进哦，温馨提醒。你时间已经太美了。传奇就是传奇，慢条斯理。我跟你讲，传奇不用等。来，我们第一关 ，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，九折。好，你赶快投啦。二十秒过去了。啊 ，money ball， 拜拜。九分啦。拜拜。还有时间捡球啊，力哥！你还有时间把球收一收，你拖个地好了。六关，购买国王周边商品，九折。你九折，这很重要。哎呦！耶！九分啊！不用了，后面三颗都进就好了。来了啦！国内外一般消费，一趴现金回馈无上限。这颗要进，这颗要进，我跟你讲。漂亮！哎、欸，要加速！要加速！大家几个？没了吗？越过，你直接投 money ball 好了。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。九折，四三二一，二一，耶！不要，那做了那四个还不够丢吗？还是我搞太久？你搞太久，那是有没这些东西用太久。国王主场，购票，九折，别想至少要进一颗啊！进最后一颗，第一颗不算，通常都这样子。通常没有压力的时候都是最准的。以我的标准来看，大部分是要说设立一个高标，这是高标。但你是设立一个门槛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赌真心国吗？传奇，因为我全部都在你这样，这些这重点要先讲。我现在已经不太想理你。现在基本上你已经达到了一个门槛，你知道门槛是什么意思吗？跨过去，而且很简单。你投影我，表示你没有很认真介绍。
刚刚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节奏慢条斯理？对，你怎么会认真在投嘞？你要认真介绍。我们是为了国王粉丝的专属福利在做这些事情，你们是为了自己，自私。丢两千，丢两千出来啊！你看，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就这样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人要看你投篮啊。你看，现在连话都不讲了，现在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。说话。才投四颗球没进，你就紧张了。别，他那件衣服很少穿啊。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，九折。Oh yes! Oh yes! 快点啦！重点是后面的 money ball， 重点是，快，购买国王周边商品九折，是因为他们太吵，不是我没有讲清楚，是你没讲清楚，二十分，消音啊，你看，急了。是这样吧？那谁？不是那，那没有其他的吧？国内外一般消费1%，现金回馈无上限。哎呀，现金无上限，我就问你，你在屌死？快点 ，Money Ball 很重要。太害羞，你害羞个屁！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。九折，还有多久？13秒。耶！带错边，扣20分。是不是怕啦？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，九折。就是自己投自己捡哦、喔！你怕了对不对？我只要投进3个 money ball，还有他，还有他。怎样？我投进3个 money ball，我先追平你啊！很安静啊，很安静啊！你看那边都怕了。iPhone 线上购买光组长就要交车。太稳了嘛！你要拿回来？不用啦，你要先去拿。刚前面规则没讲。中生代现在那种老，刚刚有讲规则，30出的球员都这样子。贴着掉下来也不算吧？他贴在肩膀，他掉。哎、欸，还要讲话？购买国王周边商品九折。你看这什么扣分？太稳了吗？哎呀！好投啦！杨敬敏，哎，国内外一般消费1%，现金回馈无上限。太好了！iPhone 现在购买国王球票，主场球票九折。球票主场，你要买主场啊？太稳了！哎、这也太多吧？蛮稳的，慢慢来。不要，快！20秒。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九折。完了！太稳了！我本来想说他那九分没进，我闭眼睛投整个5个点，你只要进一个就好。我没有认真嘞。去。
所以其实没有浪费很多钱。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九折。好，回家。啊啊啊欸，会不会我们赢啊？欸，我觉得我们会赢欸。你先讲欸。哦，好贴啦。你可不可以贴正啊？那贴反的。哦，对啊。哎呀，裤子那个。这个人九折的。没了哈。很稳啊，他很稳。购买国王周边商品九折。我觉得我们会赢。欸，你不是说要放回去吗？啊，你现在怎么又这样了？你看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会赢。哎、欸，剩不到一分钟了哦，读秒喽。通常读秒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。Final countdown， 我刚破音。米哥，米哥。哎，干嘛？不要紧张。竞品呢？国内外一般消费1%，现金回馈无上限。你看，你就不会做节目。你看，你在那边那么早就把那颗投进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鸦雀无声了呢？鸦雀无声了呢？快！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，走。Yeah. 不差那一个 money ball 是不是？我就差一个队友。我在啊。对，你在。我在。那很没有存在感。左边，左边。知道，你看，你又错边，就是这样啊。iPhone 线上购买国王主场球票。九折。多了，太多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加码？要上树。哦，上树了。多啊。让老将先投，其实不对。我应该是压走。对。还有吃过维他命吗？加码，加码啦！我就是要加码。加码什么啦？王道银行新北国王联名卡，加码优惠，月月抽，送球票。月月刷送球票，每个月刷3笔，满188元就可以抽球票。一人中奖，两人同行。然后即日起到今年的8月31日，累积一般消费满128888，就有机会可以抽中球员签名球衣，随机出货，不可以挑选，限量只有30名，只有30名。不可以指定球员，我承认。是啦，是加码3分球啦。你看下分数，为什么会有8这个个位数？怪了，我是很难过。闭眼睛接球。我们现在4K 高画质都抓得到。大力一点，后面有人，小心。快点转，快点。4、5。我跟你讲，太久了，要缓哦，太缓。9分。哇！这两个不重要哎，不要被他晒到。来了 ，Yes， 差很多呀。年纪大，好像有点差。购买国王，哇，进了！有哎，2、3、4、5。哎，真的会晕哎。要缓。有哎，很醉。我觉得他3颗都不会进，所以你只要进1颗，我们就赢。差一点。会。你手是干嘛？招潮蟹啊！你看一只手大，然后一只手小，招潮蟹是不是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还好。
晃，你看他刚才是哎，他刚才在那边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我目标三个都进。哎、欸，进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哦哦哦！啊！白兴奋！哇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跟你讲，你稳住，你有三十秒，你不要当雷包，你摆脱雷包就看这一球了。不要理那个下面的，他们不沉稳。刚才一个 crossover， 你看，你知道 ？crossover 走。要等多久？我跳完。你看他们多不沉稳。漂亮啊！很直哎、欸。哇，还要再一次，再加一次。欸我们刚不是说我们要这一颗要进，他、啊、旁边东西没进，我有办法。他转完还有三十秒啊，他投出去剩三秒，剩三秒。他们刚刚还 cross over， 然后拿到转完还有直接投的，那个很像招潮蟹的那个投篮。病毒不输嘛，反正刚认真一点，现在搞成这样，一球了。小潘，你看好了，小哥啊，哇，还找别人来打，找别人来笑啊！好了，你看去年拍那张拍一支流量，应该现在还是最高一支的。对啊，你真的，你看你真传奇，真传奇走过去，真。对。传奇陨落，看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优惠，所以大家赶快去申办这张王道银行新北国王联名卡，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签名球衣哦。